这些冰丝内裤的飞机，哎，新英雄出没出啊？出击了，出击了，出击了，快走快走快走。这咋这么大呢？这声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感谢冰丝内裤的飞机啊，谢谢谢。哦，先打一波落手吃药。他以为他能打得过我，其实他是个臭屁。我连点烟都不交，我连点烟我都不交。把外边的这个电喊话给他，我拿个充电器呗。充电器啊，声音小啊。我把麦克风放在我的嘴边，刚才没放在我的嘴边。今天一天，明天一天。你以为你能打过我，其实你是个弟弟。差点钱。哎呀，这没补着钱还能够了不？这家伙打野三级也来了，那我这不好意思了，我就收下了，好吧，我就收下了。我们马上有小饼干在这里回家，让他看见我们回家，哎，让他主动上来打我们，知道吧？我可回去了啊，我可回去了，你要是不来我可走了。哦，姐，你不让我回家，那我就把你杀了。这把应该玩个王吧，其实。好，这打野又来送。我小饼干没准备吃出来，我操，他电刑啊，他有惩戒的。但从来逃不出去。我寻思我这小饼干极限在吃，你知道吧？他给我一个惩戒，一个电刑，给我秒杀了。失策了，失策了，失大策了。个失策，我的 buff 没了，转移了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我刚才没玩好，那 W 的技能没躲掉。这基本上是随便打了，希望这凯隐可以再来一次。打野是脑瘫，我们激怒他一波，知道吧？激怒他，让打野过来，要不然这双 buff 拿不回来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往上走。A Q E 加 R， 九头蛇吃药 ，Q 一下转起来，上当了。他必死，没事
我们把成功的把对面打野给激怒，然后让他来赶克我们，我们把他杀掉，这样双 buff 就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都忘了断他线了都，没事，再让他来，这眼儿给他拍了。来一点吧。哎 ，A 兔一 A 九头蛇平 A 再 A 一下闪走，莫打之前。下盘给大家来个王吧，别到了，那这样做的其实不太好啊，这你怎么能骂人呢？不过他上当了，这拆没了。回家了，3383，不行啊，钱不够啊，再杀他一次。钱不够。谢谢，钱够了，兄弟们，顺便拿个双 buff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这回钱够了啊，把这双 buff 拿了。然后我们可以，我想一想啊，我到底再上路，我要不要继续拆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也可以去拆中，把中路塔皮吃掉。这个兔闪还是可以的，他其实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去吃中路塔皮，把中路塔皮吃完，吃下路塔皮，把他三路塔皮给他吃了。你不应该野我的兄弟，我是你野不起的人。光头挺烦人的，一直吃我的塔皮，我要把他兵都给他吃了。走，我们去吃下路去。呀，小黄毛居然不走，其实刚才可以一 QW 接个九头蛇，但我就怕那假猴打不着人。我们已经可以上高地了，走。
我们上高地去。Shut down. Enemy double kill. 俺老孙正。IG 赢了 ，IG 赢了有什么用？还得赢老干爹 ，IG 状态可不太行，我感觉。状态一般般吧。我摁错了，天！哎呀，我扣塔了，好扣小兵了，有点烦啊！这哎呦，这不行，这人他有点多，这人有点去属实是有点多了啊！有肖钢啊！哟！有点嚣张了，不行，猴并不能像王八一样能为所欲为，猴还是不太行。其实这波我应该五杀的，我觉得我有点失误了，本来应该我拿个五杀。打这波没太玩好，去打个蓝去，打个蓝下波继续。可能是皮肤问题，皮肤不行，我们先把小黄毛杀了，然后让他回他。回泉水啊，然后我们来一波五杀试试看，别走了，赶紧死，然后让我吃兵，把他送回泉水。走，我们去中路。谁暗示大宝宝了？谁敢暗示大宝宝？为什么肖钢？我都没暗示大宝宝，你敢暗示大宝宝？来，来，给个五杀。还眼睛，还眼没了。还眼怎么没了呢？这家带带我老司机，老司机不带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波再想五杀，这就有点费劲了，知道吗？大了，得走了。老司机可能要挂了，老司机。好，这波再试一下啊，我们再尝试一下。
再尝试一下，在这里等他们，看看有没有人上当。嗯，来啊！哪边？哪边？来来来来来！我们得吸血呀！这凯隐的 W 打着我了，给我风筝了。凯隐没死，凯隐要是死了，他们又都死了。哎，还是差点装备，我发现装备不行，这不够肉。那皮孩也得给他换了，没有皮孩还是不行。有辙，我也没出装备呀。等一会儿啊，等我出个装备的，别着急，我再来点装备。莫干辣必死，我赌五毛钱。我们这回肯定是无敌了，这回确确实实是的无敌了。我的对手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把红 buff 交出来，你俩能打过我吗？这不开玩笑吗？完了，又没五杀。我们等一会儿啊，我们等一会儿，我们等那小花毛活的，我们等小花毛活的。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这回赢不赢？啊？这回总行了吧？他们家属于全 AD 的，这我再来个小金级背心儿，我就直接就无敌。这回不是九折水平了吧？哎，我想测试个东西，我看一下啊。如果我平 A 以后立刻按 Q， 能不能触发耀光？不行。既来之，则安。我杀了，来呀、啊，来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有没有人来？
我有莫干浪黑盾，一点血去啊！他们这也不敢上啊！你说。你说你们一个打五个还得等我上，那这不被动就直接就没了吗？这高手总是孤独。哎，好好啊，对，哎 ，nice， 看不太清，高手总是孤独的，如果你一味的让别人去带。那么你最终也不会成长。我为了让光头啊能成长一点，我决定还是让他自己去磨练磨练。就比如说我们斗地主，就比如说。